主内平安。我今天读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十五章十一节至三十二节，浪子的比喻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。 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。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”于是起来，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不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。 连连与他亲嘴，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宰来，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。” 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，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：“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” 他对父亲说：“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”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”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这是上帝的道。谢谢弟兄姐妹平安，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这样的天父，我们满心的欢喜感谢，感谢您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听您道。祈求您赐福我们，也打开我们的心。 让我们能够知道您话语的能力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咱们弟兄姐妹，今天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！好，父亲节快乐！真的是，其实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庆祝更重要的一位父亲，就是在天上的那位父亲。这位在天上的父为我们做这一切，他比我们地上的父亲辛苦很多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跟天父。 爸爸说：“父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”一、二、三，父亲节快乐。好，其实父亲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，如果把他当职业的话啊，为什么呢？很重要，你得上班，绝大部分的这个父亲上班挣钱养家，有的呢还要回家带孩子，修缮整理。 每天回家可能已经很累了，但是做父亲呢，很多人还要在教育孩子、修电脑、堵水管要修的，孩子的问题要跟妈妈一起坐下来一同的商量。即使有很多父亲其实没有上班，好像只是在孩子，其实不简单的，家里的活儿很多很多，修整花园、修整房屋、哪里漏水等等等等。 父亲是忙不停的一个角色，但是天父比我们地上任何一个父亲都更忙。他最大的工作不仅仅是修缮管理，他最大的工作是在不停的爱我们。这是天父爸爸的工作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哈。今天学的这段经文，今天读的，感谢艳红姐妹啊，刚才，呃，除了几个字读错了以外。 整个都非常好，很紧张，是远远的看到，不是近近的看到，远远看到自己的儿子过来，就马上跑过去啊！这个，这个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感谢他。嗯，这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，对吧？浪子回头，不知道大家已经听过多少遍多少遍。我在这个讲台上也最少最少讲过两遍，今天应该是第三遍再讲这个故事。在其他的教会也好，到处你都可以听到这个故事。 我第一次是什么感觉呢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浪子回头金不换呐、啊，真的是如此啊！这个浪子一旦失去了，就好像永远失去了一样。但是上帝却让他能够转回来，一个失去的灵魂终于得救了，这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啊！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件故事。第二次再看这件故事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哎。 这个父亲真的是很伟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儿子离开，其实他就没有停止过眺望，一直都在门口远远地等着村口的那个路啊，他儿子能不能回来？哎，很是盼望着他儿子能回来。我小时候，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，我父亲原来得病住院，我去，我跟我妈妈啊、呃，带着那个饭盒给他送饭去。 远远远远地看着我的父亲，我父亲就在门口一直看着我来，然后等着我们都走了呢，他又看着我走。我们一直走了很远了，我回头一看，咦，我爸还在那儿呢，还在那儿向我挥手。哇，我好感动！我第一次小很小那么点小孩儿啊，小孩儿很少被感动哭的，都是被打哭的、被骂哭的哈、啊 <laughs>。我那次掉眼泪是因为看到我父亲那么远向我挥手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 哎、呃，我觉得这个父亲真的好伟大。第三次再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一点，又看了一点不同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这个大儿子挺可怜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咱们看这个大儿子，这个二大儿子一直在父亲家做工，对吧？任劳任怨，但是呢，却从来没有机会像浪子回头他的弟弟，得到他父亲如此的重视和尊荣。 不公平，这事儿怎么看我怎么觉得都不公平。而且，记住我的第三次看这个故事的感觉。同时呢，我还发现这圣经里有好多不公平的事儿。所谓不公平的事儿，举个例子啊，这个是我们很喜欢呃的一位画家所画的一幅画，《浪子回头》啊，真的是父亲，我们看到老父亲，哇哦。 真的是老泪纵横，看到他一个失去的孩子能够回来，但是旁边对于他的哥哥来说，哇，似乎非常的不公平。圣经里还有一个故事，特别像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？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。这个故事我给大家读一下就行了，太多了啊。是一个故宫的故事，葡萄园。早上起来啊，这个葡萄园主。 到外面去找工人帮着收葡萄了，啊，他跟这些工人说：“哦，你们进葡萄园去啊，这个我我给你多少多少钱，一天一钱银子，这一钱银子可是不少了，够他们呃一两天的生活了。”那么当时他就出去看了这一群人，就把他们招进来，帮着他收拾。收拾完了，到最后还有一部分人，还有一部分没有的，哎，他说。 看着那些人在外面等着等工人啊，你知不知道中国？呃，原来北京的时候我知道，就是民工啊，就民民工点你要去找那个呃小时工啊，或者是找这个保姆啊，你到那个民工点去，到民工点你就要挑，挑哎哎哎，这个看着水灵，呃呃，这个看着老实，哎，就把他挑走了，到你家去做工。可是那些没有的呢？那些没有的就在那儿等着。 就说：“哎呦，我们长得也不好看，我这个看起来人又很弱小，你看都没有人挑我，这么多人都被挑走了，我就没有一份工，我今天回家吃什么？喝什么？家里还有孩子，心里很难受。”哎，这个葡萄园主来了以后，他想的不是，他去到最后走到门口来一看，哇哦，中午也过去了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马上这个这一天，甭说到晚上五点收工啊，马上都四点了啊。打比方说，他到门口一看，还有这么多的工人，都没有找到工作，怎么办？啊，你们也来，就把他们也招进去了。招进去了怎么办？啊，你们来替我干最后这么点活啊，干完了以后也是一人一千，一模一样。这时候，这刚开始进去的工人就开始抱不平了。为什么？我刚进去，我干了一天的活了，我挣这一块钱。 这帮人才干一个小时活儿，啊，也得一块钱，凭什么？不公平。可是这个主人回答去说：“说朋友，我不亏负你的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着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眼红吗？” 这是一个故事，哎，我当时就看到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，我觉得，哎呀，不公平啊！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？这个大儿子做了这么多，结果最后呢，却没有得到所谓的这个宰牛犊。他甚至说：“我都这么多年跟你工作，我就没见你为了我杀个牛犊啥的，跟我的朋友一块快乐快乐没有啊？你怎么就，就是就这么烂的一个孩子啊？我弟这么这么坏，你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”觉得非常的。 不公平。感谢神，在我第四遍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在父亲的眼中啊，这个大儿子和这个小儿子全是浪子，他们俩都是浪子。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听到过这样的想法、这样的结晶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时刚才艳红在读经的时候，她读到一个细节。 这个小儿子要分父亲的家产，对吧？小儿子是几个人？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的父亲说什么？于是我把家产分给他们，是个负数。他不光是分给他的小儿子，大儿子也拿了他的份走了。这是他父亲做的是一件事儿。我们来，我列了个表啊，列了个表，比较一下大儿子。 和小儿子在父亲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？大儿子一个在田里做工，小儿子在田里放猪，什么意思？两个人其实都在世界。大儿子离家虽然不远，但是也是离开了上帝的家；小儿子到远方去了，距离不同而已。大儿子有一群朋友，小儿子有娼妓，在神之外。 心有别恋，一个需要父亲出来劝他，这是大儿子；而另一个小儿子是需要父亲等候巴望，都为讨神的心意。而大儿子迷失在自己觉得自己对的世界里，小儿子是一个迷失在罪恶当中的浪子。在神的眼中，两个人都是浪子。 远方的儿子回来了，可离家不远的大儿子却不肯进去。小儿子和父亲快乐起来，大儿子却向父亲生气。小儿子自己觉得得罪了父亲，大儿子却觉得父亲亏欠了他。小儿子自觉不配做儿子，可大儿子却觉得做父亲的不配。 小儿子在父亲面前认罪自卑，但大儿子却在父亲面前自夸骄傲。小儿子以父为乐，大儿子却以朋友为乐。比较之下，这个大儿子在上帝的眼中，可能还不如这回头的浪子。葡萄园主的故事，同样，在葡萄园主的眼中。 那个早来工作的拿了应得的工钱，却还嫉妒别人没有工作就拿同样工钱的那个工人，如同这个大儿子，自以为意，自以为自己的道理道德标准是正确的，所以用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别人。一个是亲兄弟，一个是工作的同事，都是要去评价。 衡量、批评、论断。哇！当我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故事的重点根本还不是那个挥霍家业的浪子，原来是那个自以为意的大儿子。我上个星期讲到的时候，讲了有两点，两个故事，对吧？这是第三个故事，是什么情况下讲的？ 耶稣为什么说这段话？举了三个例子。前提是什么？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质问耶稣，质问耶稣什么？说：“哎，这个、耶稣怎么老跟呃什么税吏呀、啊、罪人啊在一起？”是、哎，这是为什么？于是耶稣回答他，用了三个例子。第一，九十九只羊，如果丢了一只羊，我岂不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一只吗？ 第二个例子，我有十块钱，丢了一块钱，我岂不要打上登陆去，赶快去找，找到那个失去的钱，欢喜快乐吗？这是第三个故事，是指的浪子如何挥霍，但只要他回头，天父都会接纳他。其实这三个故事，都是在讲法利赛人和文士如何偏离神的正道，自以为意。 似乎有价值，似乎很顺服，似乎是在做正确的事情，但在神的眼中却还不如浪子。这三个故事还有一层很深的神学的意思。这三个意思，这三个例子啊，被很多的神学家拿来在讲三位一体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故事是讲的耶稣，耶稣他愿意付上代价。 耶稣愿意到山崖去寻找那个失去的羊。第二，圣灵如同光一样，在黑暗当中照亮迷失人的心，让他知道在上帝眼中他是有价值的人。第三，是天赋，接纳每一个浪子。所以，他们三个是在一起工作的。所以，耶稣讲故事，他每讲一个就结束了，他连讲三个。 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这样在一起工作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拯救每一个失散的灵魂。其实这三个故事，更是在提醒那些自以为意的人，不要去评价别人，不要去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、批判你不理解的人。相反，上帝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，而不是在人的身上。 如果这个大儿子，他能够从父亲的角度去看，就会一同欢欢喜喜的去迎接弟弟回家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故宫从雇主的角度去看，他一定会开开心心拿着他的钱回家。但是他们都没有，一个去指责他的父亲，一个去指责他的雇主。想想我们自己。 我们有多少次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身边的人？我也做过，所以我在这儿为我曾经伤害过的人道歉，真的不少。我们做父母的，听得最多的恐怕就是孩子跟我们说：“哎，张飞不公平。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母都不会在自己的孩子当中太偏心，无论你有几个孩子。 一个孩子、两个孩子、三个孩子，尤其是孩子多的，四个孩子、五个孩子，你去问任何一个这样的父母，你偏心吗？那父母肯定告诉你，我不偏心，我真的没偏心。这两个姐姐、妹妹、弟弟、哥哥，我不偏心。可是我跟你讲啊，从孩子的角度去考虑，那个受宠的永远不是自己啊，那个受宠的永远不是姐姐，就是弟弟，不是妹妹，就是哥哥。 但不是我。人是不是这么想？我们在工作单位上受宠的，永远不是自己，是自己的同事，而且是你最觉得他不如你的那位同事。涨工资为什么就不是你？为什么每次都是你看不上的那位同事？啊，这些事情好事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不在你自己身上，是不是这样？甚至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。 他们的教会更蒙福，人数奉献都很多，我们怎么就不受祝福？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：“纵有千间房屋，只需一枕安睡；纵有万亩良田，只需一日三餐。”不错，这是上帝多的也没有余，少的也不缺的原则。但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都好做到。 这个都好做到，我感叹的是，你这一点你可以领悟到，你可以做到。最难做的，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自以为意。这是最难做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以为意是我们的原罪，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原因，沾染了所有人类的那个原罪，这自以为意。 是该隐谋杀亚伯的原因，是人类在试拿建造巴别塔的原因，是雅各的儿子们出卖他的弟兄约瑟的原因，是扫罗追杀大卫的原因，更是祭司长谋杀耶稣的原因。这原罪驱使着人类各种的罪内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民与民之间的争斗。 哪样不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义的，觉得对方是错的？今天是父亲节，神赐给我们这段经文，让我们通过圣灵启迪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再将眼目盯在身边的人身上，要定睛在我们这位共同的天父身上，不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问题，看别人。 而是要从天赋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创造，他爱这一切，无论是花鸟鱼虫，还是生禽猛兽，无论是道德沦丧的人，还是自命清高的人，无论你是完全独立还是依附于大国，无论是印度人、香港人、大陆人、台湾人。 美国人、俄国人，他都一视同仁，他体贴每个人的软弱，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弱点，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，并按我们该得的分配给我们。当我们觉得这不公平、那不公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是在责怪人，我们是在责怪神。真正掌权的不是哪个国家，不是哪个政府。 不是哪个公司的老板，也不是那个给你治病的医生，乃是赐给他们权柄、赐给他们能力、更赐给他们机会实施权柄和能力的上帝。在我们责怪这、责怪那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责怪上帝，责怪他不公平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会喜悦我们这么做吗？连我们想都是不对的。父亲节。 是我们感谢父亲的日子，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是在天上的那位，我们怎么感谢？怀着记恨感谢，怀着抱怨去感谢，不对，神不喜悦这样的献祭，更不喜悦这献祭的心。其实说起容易来，做人很难。第一个难做的，夫妻就是如此。 常有人抱怨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公？总是看到我的不是，总是责备我看不起我。或者有人说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婆？啊，他怎么不会打扮，天天打骂孩子？但是如果我们能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原来我们的夫妻都是上帝所爱的孩子。丈夫不是你选的吗？妻子不是你挑的吗？责备什么？ 你是不是在责怪神？看他们不顺眼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告诉你一个绝招你看他不顺眼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的眼睛蹦一闭，想一想上帝怎么看的，你气儿就顺了。<laughs> 真的，上帝看他，哎呀，都可怜这孩子。你想，如果尤其是自己有俩孩子的，啊，这个俩孩子吵起来的时候，你是什么什么什么态度？ 你心里怎么想？你肯定很难受，好吧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，两个都抱抱，行了，对不对？有两个人的啊，就是你在爱他，你不爱我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你为什么给他这个？你心里想，哎呦，我其实不是这样做的嘛，对不对？用上帝的眼睛去看我们，你的丈夫，上帝给你配的；你的妻子，上帝给你配的。哎，你怎么就看不顺呢？不要横着看，纵着去看，教育子女。 也是如此，有多少父母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？怎么就不好好学习呢？啊，怎么就一天到晚就知道打电视、打打电子游戏、看连续剧？考试考不好，排名排到最后一名，啊，真的难受啊！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，从上帝的角度去看，会发现，其实我们的小时候可能还不如我们自己的孩子呢。同一时间，我们家的孩子可能比我们出色多了。 我们小时候最不愿意听的是什么？就是父母说的：“你看隔壁家的孩子多好啊啊！你看你怎么就不如人家？你怎么就不如人家？”哎，我们现在就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摆到这个位置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成了那个我们原来最不愿意听的那个人说话的出口。我们就不要这么做，没必要把我们自己不愿意受的批评强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。上帝的视角。 上帝的视角非常非常的伟大，我要说到电影了啊！感谢神，昨天居然有机会能够看一部电影，跟我的妻子在家里看了这 Netflix 上。我建议大家都去看啊！好像是 Mary 姐妹介绍我们看的哈、啊，叫《The Red Sea》，红海，一九年刚刚，今年刚刚三月份上映的《红海》，是什么？呃，这这个这、um，呃 Captain American 那个演员哈、啊，他演的。 非常英俊潇洒，可以 <laughs>，可以值得看的啊！我是从头哭到尾。这部片子很少啊，有部片子不是连续剧的啊，能从头哭到难的 <laughs>，我怎么从头哭到尾？哇哦，我看到上帝的爱。他讲的什么故事啊？时间哗飞回到一九七九年，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零八几年的时候，是从非洲营救以色列人。 这么一个活动，他们在穆斯林国家买下一个旅馆，这个旅馆是假的，目的是为了旁边有一个潜艇，等着等着，这些人一批一批的把他们以色列人难民运回到耶路撒冷，运回到以色列。从开始第一场行动一百七十四人，到最后几千人，前前后后他们救了上万的以色列人。 上帝真的是开导啊！前有前有那个那个飞机飞不起来，后面就有追兵拿着机枪就在扫射，没有一支枪，没放过一枪，救了几万以色列人。上帝的爱是那么的大，他真的是无论你在哪里，他把你救回到家里去。很少能够看到一个政府能够做这么伟大的事情。 在底下，我们不能与他们宣战。到最后一批人，他们是求了美国的帮助，美国随时都在旁边准备帮助着。什么时候你需要帮忙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他们自己不停地在运人，不停地在运人，帮助这些人离开。这些哪来那么多以色列？非洲哪来那么多以色列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所罗门？所罗门时代有一位女王，她是从非洲去的，她见过所罗门以后。 也接受了耶和华，也接受了这个犹太教，所以他在那边找到了他的爱人，然后回到非洲，他的子子孙孙世世代那是什么时候？公元前九百七十年到九百三十年的时间，距今三千年，这些以色列人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两千多年了，两千七百多年那阵儿，哇！ 真的是感谢神，神的爱好大。无论你在哪儿，他要救你出来；无论你是什么样子，他都在等待；无论你是生命什么样的光景，他都赐圣灵去照你，让你知道你是有用的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上帝的眼中你是有用的。他等待你有一天能够回去。我们身边最完美的形象。 父子之间的形象是谁？天父与耶稣。耶稣在世上为我们做了完美的榜样。他爱天父上帝，并凡事顺从上帝，从上帝的角度看问题，在世上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天父同行。他顺服天父的救恩计划，宁愿献上自己的生命。 他没有组织起义，没有组织反抗，没有反对侵略以色列的罗马帝国。他反而从神的角度去看到神伟大的计划。他被罗马帝国杀死了，被判了死刑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屈辱的死。那天我在讲的时候，专门给我们慕道慕道友的这个小组在讲耶稣怎么受死。 非常非常的屈辱，连内裤都没有，整个的背被,被鞭子抽的一块好皮肤都没有。他是屈辱的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死没有让以色列这个国家独立，反而因着神的大能，借着使徒保罗，将福音传遍了这个罗马帝国，让罗马帝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。 耶稣的行为让我们知道，只有神的旨意才是超过一切的旨意。我们小小的人类真的很难看到什么伟大计划的全部。我们有限的理智和判断力往往会带我们误入歧途，深陷自己为不义之中。在父亲节，天父最喜悦的是我们放弃自己的自以为意，和身边的弟兄姐妹一同和睦团结。 放下一切纷争和自己的私欲，学习耶稣基督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从神的角度看我们的丈夫，看我们的妻子，看我们的孩子，看我们的父母，看我们的同事，从神的角度看弟兄姐妹，从神的角度看各个民族、各个国家，以神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 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上帝，并爱人如己，这才是我们父亲节能献给天父爸爸最好的礼物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与我们永远同在的圣灵，我们感谢您，赞美。 感谢您赐下宝贵的话语，引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我们愿意丢弃自己的自以为意，愿意从今天开始学习从天赋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，来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放下纷争，合一侍奉，荣耀神的名。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